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。在此前后，驻守长春的关东宪兵队匆忙销毁宪兵司令部存留的侵华14年积累的档案。由于时间仓促，一批档案得以劫后余生。如今，他们被存放在中国吉林省档案馆。这批档案总数10万多卷册，90%为日本。这些资料与日本人自己留在其他地方的档案，将告诉世人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犯下的罪行。1931年，日本发动918事变，武装占领中国东北。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木材、煤炭、钢铁等战略资源，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能源基地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三省以及关内各地大量招募劳工，进入矿山、采伐、工厂等部门劳动，并利用中国劳工进行军事工程建设。在关东军宪兵队的遗存档案中，有许多关于奴役中国劳工的内容。这些档案不仅记载了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，也记录了中国劳工的抗争历程。在驻扎在北安第956部队中参与劳动的大同族工人约600人中，由于在衣物、粮食的配给、征集条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等原因，自5月25日至5月27日期间结伙逃走。这份档案记载，日军在招募劳工的宣传中称，如果参与军事劳动，会保证粮食以及衣服、鞋等配给。实际上，劳工每人每天的粮食分配量大约只有375克，劳工只能用马铃薯充饥，衣服、鞋袜等则没有分配。劳工中开始揣测将来会发生不支付报酬的情况，因此不少劳工开始逃跑。对于敢于逃跑的劳工，被抓住后将面临十分严厉的惩罚。这封日本人的信件记载了日军对逃跑劳工的处置情况。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10000多人的苦力。随着日苏关系的恶化，作为紧急工程正在加紧施工。军队的命令非常的严格，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，用土将他们埋到其间处，给他们灌水、殴打，之后把他们关起来。在日军军事工程中劳动的劳工生活工作条件十分恶劣，由于疾病、劳动强度过大、饥饿等原因，劳工死亡的现象十分普遍。这份日本人的信件记载了中国劳工大量死亡的悲惨景象。昨天在后面的广场上散步的时候，看到了许多满洲人苦力的尸体堆放的到处都是，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一具白骨，仅仅剩下了头盖骨，身体全部的骨头都已经一点点的被割裂开，还残留的部分也是惨不忍睹。这些尸体被狗当作是美食在啃咬着，这是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场景。最近看到这些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。在日军档案记载中，有一类劳工被称作特殊工人。很显然，特殊工人与一般劳工不同。那么这些特殊工人又是什么身份？他们为何被称作特殊工人呢？
这一份日军档案表明，所谓的特殊工人实际上是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的战俘。为了与一般劳工相区别并掩盖他们的战俘身份，战俘劳工被一律称作特种工人。在日军的档案中，有很多将战俘作为苦力交接给不同部队使用的记载。相比普通劳工，战俘劳工的遭遇更加悲惨。这一份日军档案记载，在1943年3月到5月，有1935名中国战俘被移交给东宁宪兵队。到达后，很快死亡的就有163人，到7月5日，已经死亡了172人。由于不堪忍受残忍的非人待遇，许多战俘劳工采取了逃跑的方式进行抗争。在日军的档案中，记载了许多起战俘劳工集体逃跑的事件。其中，发生在东宁日军满洲第570部队的一次战俘劳工暴动中，2名日军卫兵被打死，4名被打成轻重伤。暴动的43名战俘劳工中，有31名成功逃入苏联境内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抗联队伍，在1945年随苏联红军重新打回了祖国。